贵吗？500多，西门系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干嘛呢？那个啊，他爸是教授，教授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分嘛，可以吗？这可搞到了，500，快找我。我真羡慕你，你考了那么好学校。还好啦。哎呀，就是的，这么好的学校我们根本就考不上，你运气真好。发挥是不错。那我们先走吧。我们先走吧。恭喜你啊。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爸给我找了一个大学的艺术类，专业要求很高，低分也能录取，我是最后一个报考的。挺好。对了，听说你发挥失常了。职业技术学校。别难过，明年再努力。是，我没事吧？我心大。那咱俩就……再见。以后有空常联系。兔子没抓着，我捡着一台车。这不我的包吗？这不我们的车吗？人呢？不要我了？算了，他谁？张金雅要是找不到我们，我们还能活多久啊？没水没吃的，顶多也就3-4天吧。没想到我居然是这种死法。我估计咱们是出不去了。趁着现在还有时间，总结一下人生吧。总结人生？你一个失忆的人要总结也只能我一个人说呀。也是，就算你跟我说了，我可能也记不住。你还是把你那一肚子话到那边给人说吧。算了，说不说都一样。
都说我是一个不食烟火的女人，脾气大，一点就着。再多的男人追我，我也不开心。其实我是没办法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你知道吗？这看起来越坚硬的石头，它里面一定有一根草，狠狠地攥着他的心。